张姨，我没看到他妈妈在吃。不是，我看你是不是不想出了？不是，我咋的了？那这外面天这么冷，你让我等那么久，那我肚子谁给你折磨？那你说那叫什么话？那我迟到那是有原因的。啥原因啊？什么事能有我重要啊？不是，啊，行行行，那赶紧走吧，你最重要，行不行？安全带系上，行不行？走不走啊？你不是担心哄哄我吗？哎呀，你回家的不现在不方便，行不行啊？哪不方便？你跟我借什么玩意儿？来抱一下。啊，行行行，抱。不是大哥，你咋这么直？我让你抱你就光抱一下啊？不是，那还咋的呀？给你机会是真不中用啊！想当初处对象那会儿，你跟我亲了，舌头都得打架。哎，别胡说，我没干的事。你亲我一口。不是，你看后面。嗯。啊！妈，你在啊？我刚来。你刚来的？就是刚才你俩那个打击。我妈在家不刚完事儿啊？不是，我都暗示你昨晚回来，上赶着又搂又抱。那啥嘛，又来吃点饭吧。我不去，我在这有点碍事儿。那我先走了吗？我后来不该去踢球了。来吧，这回能亲不？